嗨，大家好，很高兴大家就是留下来到这个场次，因为刚刚听完这么精彩的，通常都会走了。然后这个，所以先问一下，就是等有人要去那个野台开唱吗？没有。哦，啊，没有，好吧。没有啊。哦，对啊，我等一下问啊，说那等一下有人要去凯道吗？好，那个不耽误时间，讲完就一起过去啊。好，那个。我去年啊，不小心就是去年底不小心阴错阳差在芬兰待了7个月啊，然后连滚带爬回到台湾，发现台湾就是天气好热，所以呢我就把头撸光了。但是我经过昨天晚上江浙晚宴，就发现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举动，因为开始社群里面好像大家是认发型，是不是？然后我1个月以前还长这样啦、啊，然后对。然后我一开始在准备这个题目，就是无关注 touch， 我什么完全解释这样，其实是一心抱着想要打脸的心情来的，但是直到呢，就是我膝盖不小心中了一箭哈，就是获得这个 canonical.com 的 email address， 然后不过呢，这个无关注 touch 呢还是别的 team 的 project 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打只是小力一点好，那之后呢，你就会在 slides 里面的那个左上角哈，发现这个打脸小贴纸作为这个现场气氛的一种指引啊 ，OK， 那该有的声明还是要有，就是说这个讲题纯粹是我的个人意见哈，然后不代表公司、我的雇主或就是任何其他的团体，那这个在本投影片的制作过程当中，除了这个 speaker 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受伤害。OK， 好，那怎么哦？对，这是今天的大纲。那就是常常有人就问我说啊，其实没有常常有人问啦，只是这是一种就是论述的手法，就是稻草人辩证之类的哈。就是常常有人问我说啊，他说 Pink 你是不是代赛啊？怎么每年都换一个手机作业系统来介绍啊？连续讲了5年哦，然后讲完隔一年，那专案就死掉了。你干嘛不去看那个 Android 就好哈？要这样这么苦逼从这个 Migo 啊、Mirror Nemo 啊，说好不提的 Open Web OS 啊，还有光谱 Touch 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始终小众哦。其实这个背后的想法是这样的啦，就是贾文清最爱的村上春树就曾经讲过，他说在一座这个高大坚实的这个城墙哈和这个与之相撞的鸡蛋中间呢哈，我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的那一侧。好，那他讲这话就是告诉我们说，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吃神鸡蛋啊，很就酷他妈狗哈。这个 JavaScript 大师这个 Douglas Crawford 曾经就是在他的这个访谈中提到，他说平台的多样化哈是整个生态系健康的表现。那如果失去这样的多样性，会是一件就是很不好的事。那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虽然他的 context 他是在讲Firefox OS， 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就眼前的状况依然是适用的。好，所以保有选择的权利一直是就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像当初这个像当初 Android 要看一下那个题词。当初这个 Android 就是在就开始红起来的时候呢，身为嵌入式系统的这个开发人员都是觉得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啦，一则一喜，开心的是就是总算在喊了这么多年 Linux Desktop 哈，就是今年一定是 The Year of Linux Desktop， 喊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总算有一套就是市占率可以过半的 Linux Distribution 啊，然后连这个 Microsoft 都要帮他就是开发 App。但是忧心的是呢，就是 Android 夹的这个上游的资源哦，还有它的就是本身就不作恶的邪恶的开发商哦，这个用这个特定的技术呢，来就是消灭了所有其他可能的有趣的 solution 啊、这就是减少选择自由，就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来就进入一下正题哈、看一下无关乎 touch 是什么。那今天的这个非常简单，因为我就是。东西准备的非常少，就是非常简单的大纲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首先介绍一下无框 touch 是什么、然后它里面有什么就比较重要的元件，然后呢怎么就是搞它，然后接下来就是 SDK 跟 App 的开发。好，那听说就是那个 Costco 的投影片一定要防猫，虽然我这人最讨厌猫了，最讨厌猫，超讨厌。好，开始之前就是现在进入正题 ，yes。开始之前呢，问一下，就是有看过无框 touch 发表或相关的新闻的，可不可以就是稍微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算了，好，谢谢，这个比例比我想象中要高一点 ，OK。但是呢，我们还是再看一下1分钟产品简介。
同理 Q 有交代，他说那个投影机就是大家脖子会弹高，所以那个画面要放低一点哈。没有声音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会配旁白。那从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的特色，第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就是正面完全没有任何实体的按钮哦，本身呢带着非常恶心的紫色配色作为主轴。那所有的操作呢，都是由四个不同方向的滑动边框滑动，也就是所谓的 bezel gesture 来操作。左边可以带出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的 Unity 的界面，然后往上呢是 setting， 然后这中间也是用那个完全用手势来操作哈，然后由下往上是每个 app 中间的这个那个 action button， 然后这个往左往右呢是 multitasking 的 app 的切换。好，这个影片有一分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时间到，谢谢大家。哦，那个好，那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我们就是从这个影片当中呢，可以看到的特色。什么出现巨人梗吗 ？Yes， 好，首先呢，我们发现的这个唯一的这特色就是它是一个非常 heavy 的使用，非常就是 gesture， 就是使用手势的一个操作哦。那这一点我想应该不能算是巧合啦，因为所有以 Qt 作为 base 的一线 mobile OS 都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包括那个。黑莓的那个 BlackBerry 10，然后还有同期的那个 Mirror、Nemo、Yola、Selfish OS、哦、都有相同的这个的表现、哦、那我猜这应该是工具本身，就是说以 Qt 和 QML 这个工具本身带来的一种特性，然后以及就是市场的一种期待，还有开发动能吧。我猜啦，因为就是只有一个实体按钮的这个概念在六年前被做走了。然后下面有三颗虚拟按钮，这个概念也被做走了，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就不要用按钮，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想法。好，OK， 那我们来看今年二月他在那个 Mobile World Congress 展览的时候的系统架构。好，接下来就是有讲到那个，就是他底下里面有什么元件了。好，他今年那个 MWC 还得奖哦，就是狂压 Firefox OS 得到了个什么某某设计奖之类的。好，没什么特别意思，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啦。好，这个，它的就是第一大特色就是它底层呢，还有它 build system 是使用那个 CNN mode 哈、哦、，CN mode 的来作为它的这个基础框架哈、哦。那整个系统呢也是使用 Android kernel， 然后加上一点点不同的就是 config 的 option 啊、哦。然后呢，这个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还有刚刚 Rex 提到的那个 radio interface layer， 这边也都是就是暂时栖身于 Android 之上。因为毕竟是 demo 嘛，我不知道这个产品开发多久啊，以后都会是啊，好，我们大家没听到啊，那这个这产品开发多久啊？是两年吗？没有，不到一年，非常快，非常快，是那个弹出 market 那个 timing 非常快啊。然后这个 IPC 就是行政间通讯呢，一样是使用这个Android 的 binder 还有socket 好，然后然后呢，就它以 Android 作为它的底层的系统哈，除了就是被取笑说啊，你们就只是一个 shell 嘛，只是一个 launcher， 只是一壳之外哈，那它其实也替早期的这个Ubuntu Touch 带来了巨量的移植哈，在这个自己的 wiki 的 list 还有那个 XDA Developer Forum 上面，已经有大概超过60款的装置已经被移植。Ubuntu Touch 成功、哦、那它移植其实也只不过就是重编 CMO 啦、CM10， 然后再把那个它的那个 Root Function 放上去而已、哦、好，那有注意到左上角的打脸小贴纸哈，这个这个 Live Iris 哦，刚刚这个Rex 他最后一张 slide 里面提到，那它是一个 wrapper 好 library， 那主要的功能是让GLibC 编译的执行长可以载入 Bionic C 编译的那个 Share Object、哦、然后呢，这个呢是由一位前阵子刚当爸爸的芬兰人哈 Carson 的开发的。我在芬兰的时候跟他稍微聊了天哈、哦，聊了天以后听到不少事情，他对 B 公司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想法啊。好，其实这个 Live Iris 我去年的 slide 里面就有提到，它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试出的哦，但是在那之前我就已经有稍微跟他接触，所以就去年在 slide 最后一章的时候讲到说，哦，未来这一年我想应该要看这个 library， 要是我预测股票又这么准就好了。好的，那所以呢，它这个 library 的 wrapper library 的功能就是说呢，
他原先最主要的想法是说，我只要可以载入 Android 的那 binary 的GLES 的点 SO 档，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般的 Linux 上使用Android 的那些GPU 加速啊的功能哦？那这显然就是所有想要偷吃 Android 豆腐的 Linux distribution 专案的圣杯哈，然后就被他用闲暇时间做完了，真是太厉害了。好。然后他在这个2012年的8月的时候，release 到了 GitHub 上面。然后这个刚刚讲到想要在 Android 上跑一般 Linux distribution 嘛，那这个 Canonical 显然也是其中一家。Canonical 在2012年9月6号的时候做了一件事，他把最新的版本 checkout 从 GitHub checkout 出来，然后呢汇入到了自己的那个版本控制的系统里面啊，然后开始就是躲起来开发哈，闭门造不是啦，不是闭门造车，就是啊躲起来开发嘛。然后呢，这个他就把自己的开发，就是自己多新增的这个程式码哦，跟就是上游这个不相容的 GPL V3 来散布哈。那后来改回来了，后来好像全部都换成跟 Upstream 一样的那个 Apache License。这个 Custom 本人呢，他曾经在一篇这个 blog 里面写，他说，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有一家知名大厂呢，把我的 code 拿去用，然后呢，偷偷摸摸开发几个月在这个私有版本控制系统上做出了许多的改进，然后使用在自己的 demo 之中，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元件，也没有提到上游开发的贡献。不过，因为我们公司也没有提到那个 CM10 啊，所以我想他也不用太难过哦。这个，但他好在那个这一段就是抱怨完之后，他就 update 他说，这个经过一段时间沟通之后，这个知名大厂有改进哦，会沟通，然后有跟 Upstream 就是 co-work 哦，非常好的一个行为。那另外像是说，因为他原先他只想要用这个 GPU 加速。或者是 GLES 这边的 handling 好，但是Canonical 这边做了更多，比如说相机好，然后还有 input 的 sensor 之类，还有这个 multimedia 的播放好，这边主要就是由 Canonical 跟另外一个 WebOS port 这两个 team 在做出这样的贡献，所以这算是一件好事。Alright， 然后呢，在上层，在就是你开到 Android 里面，然后这个 init.rc 之后，就有一个 script 叫 Ubuntu change root， 好，它负责在开完机之后呢，把这个把 root file system 切换到就是 Ubuntu 的那包 root file system 里面，好，在此之上呢，图形界面显示层里面跑的是 Surface Finger， 好，那是这个东西，它是里面就是一个叫做 Qt Ubuntu 的 package 来负责这样的工作，那 Qt Ubuntu。这个 package 里面主要包含两个部分，那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叫做 Ubuntu application 的 plugin， 那这个 plugin 呢是让上面的这个应用程式可以存取，比如说那个 clipboard 怎么讲？中文怎么讲？剪贴布，还有这个视窗啊，还有荧幕哈。我看我名字写在那里，好，对不起，然后那个这个另外一个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元件呢，就是这个就给 Ubuntu 的 QPA plugin， QPA plugin 呢，所以 Qt 它的那个图形 backend 的抽象机制它提供的就很多不同平台的后端，它叫做 QPA Qt platform plugin， 比如说你可以有 KMS plugin， 你可以有 Wayland plugin， 然后在 X11 底下你有 XCP plugin。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像什么 GLES Full Screen 啊 ，GLES FS 啊，或者是Frame Buffer 啊 ，FBDV 啊，或者是 Direct FB 啊，以前红啊，哦这种的不同的 Backend。那包含 BlackBerry 10， 它自己也有一个自己的 Plugin。那Ubuntu 的 QPA 呢，就是提供了一个使用这 Surface Finger 来绘制的一个这个 Qt 后端。刚忘记把水先打开，然后这个在上面就是 application level 的东西了，每一个几乎每一套使用 Qquick， Qquick 就是 QT 底下的一个 subset 是一个产品，然后呢里面有一个这个 markup language 叫 QML， 每个使用 Qquick 的 OS， 谢谢，太贴心了，谢谢你。每个使用这个 Qquick 来做 OS 的系统商都自己刻了一套元件比如说按钮啊，弹出式的那个气泡对话框啊，然后 slider 啊 ，toggle button 啊，然后滑过去的时候那个有什么样的那个特效啊，目前台面上起码就有5套这样子的 UI component
比如说 Qt 本身有嘛，然后 Ubuntu 做了一个，好、哦、就Ubuntu UI Toolkit， 然后KDE 的 Plasma 也有一套，然后BlackBerry 10的那个 Cascade 哦一套，然后 Selfish OS 就是那个 Yola 在芬兰的那个小小的。那辛苦奋斗的那个公司、哦、也是 Custom 本人就是目前任职 的公司，他是技术长、哦、就他们就每个人都有尝试要解决一些重复造轮子的问题啊，所以、就是这份 slide 有个连接，之后大家可以去看，就是那个第四个那个连接是整理出目前就是所有的那个 UI component 的 table， 然后他们好像有讨论说要是不是要取出一个、嗯、比较 common 的一些 component 出来。然后，我是觉得，Ubuntu 这边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就是它的原件没有考虑到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因为毕竟当就是你走的越远，走了充满荆棘的道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美丽的风景吧，可能是这样。像是因为 BB10 它只用在它自己的 OS 自己的单一的平台上，然后呢，Yola 目前只有出。还没有出，它只有一款手机，所以它只有一个 hardware， 所以他们都没有碰到一些你走的比较远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 resolution independence 哦，这个不同萤幕的这个那个 pixel density 可能不一样，这已经不是视网膜不视网膜的问题，就是它那个格子数可能根本都不一样啊。然后所以这个像Ubuntu这个 UI component， 它引入了一个叫做 grid unit 的概念，哦，它是一个。怎么样？抽象出来的一个单位啊，叫 GU。那比如说在一般的那个 laptop 上面，一个 GU 大概就等于8 pixel。然后这个视网膜屏幕上呢，视网膜屏幕上呢，哈、哦，这个一个 GU 大概就是16 pixel。然后如果你是四寸的大屏幕手机，它可能是18 pixel。然后如果你是十寸，然后什么720×1280 pixel 的话呢，那你一个 GU 可能是大概十个 pixel， 所以如果你想要写这种跨不同尺寸然后不同解析度的 device 的 application 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拯救回它少了很多失落的夜晚。 OK， 所以就是里面有些还算有趣的东西，然后还有包括就是那个布景主题的切换像之类这样的功能。好，那接下来就是稍微简单讲一下怎么做安装，然后porting， 然后还有就是里面的一些小东西。哦，这个小米嘛，小米手机是未发烧而生嘛，哈，这个Ubuntu Touch 现在也是未发烧而生，因为它的电池都一直都很烫，然后很快就没有电了。那这个我想应该很快就被修掉了吧。希望 OK， 对，我们可以充满了希望，就是觉得它很快就会修掉。然后呢，我怎么未发烧的生呢？因为它每天出 daily view 嘛，所以那个每天你都可以去那个第六个连接那边，好，就去把这个两个 zip 档抓下来，好，两个 zip 档抓下来，一个是platform dependent 的，就是包含 kernel 的还有那个initial RAM FS 这一包，哦，小小一包。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通用的，也就是每天的那个 source， 就是 Ubuntu 13.10 的那个Ubuntu Touch 的 Root File System， 哦，可以抓起来看一下，很好玩。然后呢，把这个手机就是 boot 到那个 bootloader 的 mode 下面，或 recovery mode， 然后再把这两个 zip push 进去，然后 silo 起来，哦，或者你用那个什么 recovery 的那个，像这个，你直接去把它解开，然后就装好了，手机就可以开机了，超开心。好，是不是讲到这里要 live 一下？我还有七分钟再来。在这里。那我先等它开机，然后我们现在讲下一张好了，因为开机有点慢哈。这个，说，好，那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我身为一个就是局外人在看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呢，我会看得出来，它完全是一个以 demo 为导向的一个开发方式。那在 demo 过后，你就会在 maintain 这个 OS， 或者说你在持续升级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说？你 change root 这个方式实在不怎么讲啊，不 feasible 啊，因为你升级很容易坏掉。你要用 root file system 里面的那个 apt get 升级 root file system 外面的 library， 比如说 library hybrids。
或是一些其他 binary， 或者说呢，那个你像你那个什么 radio 那边有很多那个 pass， 然后你要用 binding 啊去把它mount起来啊，然后就很多很 tricky 的方式，然后不是很好处理，又很 buggy。所以目前它现在新的这个 image 都使用了所谓的 flip image。哦，这个 flip 呢的意思呢，就是说呢，直接 boot Ubuntu， 然后再把这个 Android 放到 LXC 的 container 里面，然后它去跑那个 Surface Finger。然后也借此就是一次摆脱了身为 Android Shell 的这个污名哦。好啊，好，那个手机开好了，等我一下。哎呀，滑鼠呢？哦，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没有要求要实物投影机哈，所以就照往年惯例呢，就是使用 Photo Boost。等我一下。里面有些太过羞耻的照片，我先删掉，免得被你们看到。我怎么会刚刚没有看到这东西呢？还没删完，等一下。这也太糗了吧！这个等一下，我好什么？好什么？导演，这段可以卡掉吗？好，我的纯脸 ，OK。那手机长这样，看清楚吗？然后呢？我怎么知道啊？这个没有 report 的啦。可以选吗？说不是可以选吗？不行，看。啊，这个果然要先排练。好，各位看，就是哦，这边就是那个 Unity 界面啊，没有人想要用，不好用。哦，好，还蛮帅的。然后呢，这个从这边过来呢，就是 vacation 切换哦，但现在没有 vacation， 就是你可以看到。好 ，OK， 那有些就是 mock up 的 data， 然后呢，来开个程式好了，可以开什么呢？什么好呢？正在 lobby。对，像是这个那个 calendar 之类的东西，哦，这也会跑。OK， 好，那先看到这里啊。好的，那么那这个刚刚看到这个界面，我们讲到就是接下来这个万众期待的 Mir 哈，还有这个新的 Unity 界面，然后注意到左上角贴纸 ，OK， 那个所以。目前这个 Unity 它整个 launcher 它还是就是这个背上 Surface Flinger， 终极的目标是要过渡到就是 Mir 这个新的显示平台上，现在有一些 staging 的 build， 这个 PPA 里面已经有 build 好的binary， 所以如果你有刷到一支 Ubuntu Touch 的话，可以用这个 PPA 装来玩玩看。然后，但是呢，因为它现在很多东西啊，都还是 patch 的状态啊，然后那个就是 Mesa 那边也要 patch 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自己重 build 的话，你就要重 build 很多东西哦。你的那个什么，因为你除了 Unity 要重 build， Mir 要重 build， 然后 Platform API 要重 build， 然后基本上啊，大概就是这样。All right，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SDK 以及这个 application 开发哦。这个上面这三行指令呢，是在跑在你的 desktop 上面的，好，这个不是跑在手机上的。然后跑在 desktop 上面之后呢，你加入这个 Ubuntu SDK Team 的这个 PPA， 然后呢，再安装一个叫 Ubuntu SDK 的 package， 理论上它就帮你把所有的相依都装起来，因为它之前那个 Qt 5它要另外自己装，另外找 PPA 来装，但这现在好像有就是相依性，所以应该可以的。然后一样就是用就是开发 Qt 的方式来开发你的 application 哦，你可以写 C++， 你也可以写 QML 啊 ，QML 比较简单，比较不会写程式的人可以用啊，像小弟就是不才，就是都用 QML。那你把你的那个 QML 档用 ADB push 上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用下面这行 SU fablet 好 -c QML sense 的这个指令来 run 你的 command。然后呢，这个听说未来呢，哈，这个 Canonical 呢会想要使用一个不同的套件管理方式，然后这个就靠套件管理方式叫做 click 啊，那只是看一看嘛，就是后面有连结啊 click， 然后呢，小弟呢就是用这个QML 的方式开发了一款有那个侧边分页的浏览器哦，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就是请上
这个网址，哦，这个网址下载。那这个有包 PPA 给 Desktop， 也有包给那个 ARM 的 package 给 Ubuntu Touch， 然后就看吧。哦，这个是纯 QML 加上 JavaScript 配上 QWebKit 写出来的浏览器，总共大概600多行，哦，可以玩玩看。然后呢，这个东西呢，这个跑在这个Ubuntu Touch 上面的画面大概这样。哦，你知道那个 Long Press， 然后要跳出 Context Menu， 然后去抓那些东西有多难吗？这个真的是 remarkable。嗯，好，大家玩玩看。好，然后这个如果你在 Ubuntu 上面想要装的话，就是一样哦 ，PPA 在这里，然后套件名称叫 Slackit Dash Shell。好，然后这份简报就是我会上传到那个Slide Deck， 然后。有没有问题？有，请说。还有十分钟可以问，我来就可以了。来，啊，你还是站到前面来好了。Tammy， 不好意思，麻烦你。对。现在为什么要是发长就听得到？因为他要管那个 EGL 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Context 嘛 ，Context 跟 Display 啊。对啊，然后那个Window Compositing 要用它，啊，所以那个现在Ubuntu Q 那 QPA 现在要使用它。所以现在 QE 是接在上面。Legacy 的 plugin 是的。好的，有没有下一个问题 ？Tammy 正妹会拿着麦克风去找你。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那当初为什么好像Ubuntu不是一开始说要 VLAN 吗？后来又放弃的理由？哎呦，今天来打脸的哦！不错哦，这问题很好哦。刚刚这位先生啊，他问说一开始不是要 VLAN 吗？哈，怎么后来放弃了？对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要问我，去问 Mark 哈。那 Mark 呢，他之前提出了一个 crowdfunding 的 project 哈，叫做Ubuntu Edge， 是一支800块美金的手机哈，大家只要抽到3200万这个手机就可以开卖哈，所以大家就是请到这个网址参考哈，这个网址。All right， 好，谢谢大家。